欢迎收看布基 TV， 我是布雷诺。这个新的系列的影片呢，叫做布基的军火库。顾名思义嘛，军火库就是来制作一些军事武器的模型啦。那我们第一集呢，就来制作这个世界名枪系列的枪支模型，它的尺寸呢是1:6，总共里面有11把枪。那每一集呢，我们就来说出一把来制作。Go。 至于这里面全部的11支枪分别是什么款式呢，就先不告诉大家，先卖一个关子，在之后的影片呢就会来慢慢的为大家解密到底这11支世界名枪分别都是哪一些枪。那我们就随机来抽出一把来作为今天的主角吧。好，今天的幸运主角呢就是这一把M16A1 的突击步枪，在背后呢有附上简易的组装 的图样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布基军火库所组装的世界名枪系列的第一把 M16A1 突击步枪，大家是否还喜欢呢？在纹路的刻画的地方呢，做的也还蛮精细的，与河面的彩绘可说是非常的相同。如果你喜欢布基军火库这一系列影片的话，你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就能收到最新的布基 TV 的影片的消息。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也请记得按一个赞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。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请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，让我有进步的空间。我是布雷诺布基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个段落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大家也可以猜猜下一把枪会是哪一个款式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